我给你这个咋界面？这个是它的那个，你把它当成一个厨房的话，这个是它的储藏室哎。OK，储藏室，这个你看啊，假设这个是厨房啊，你会用 Photoshop 吗？啊，喂。你会用 Photoshop 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让我用 Photoshop 来跟你解释一下，它跟 Photoshop 不是很像啊，但是有一点点像啊，一点点吧。好它一点点吧，可以。Photoshop 跟 AE 比较像一点，那个 AE 就好像Photoshop 和那个 Premiere 的结合体。OK，假设这个啊。就是这个，OK，可以。这个是它的那个，我们叫它的那个，它的 menu 什么在这边，它的菜单什么在这边，OK，然后这个呢，它菜单也是在这边，然后你看这个 tool 嘛，这都是好像切菜呀、做什么做什么啊、画东西呀、移东西呀、打字等，全部在这边，它就跟 Photoshop 这个是很像的，只是 Photoshop 很多啊，你看到吗？有打字什么都很多，好像我们要做。select 啊，好像你要标记任何东西啊，你都这个有看到吗？OK，这个是 Photoshop。对。然后呢，它这个也是在那边，它不好用来切，因为我们是做简介，都是以切为主。OK，这个呢，这个如果是厨房的话啦，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冰箱，它所有的菜都会放在这边。OK，Let's 好，可以。say 啊。我做这个阿拉比卡，这个是之前做的，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开个做东西。好像我要做一个咖啡馆的，那个剪辑，这是旅游啊，旅游做过了，不好看。或者做海滩的吧，看做哪一个。假设我做这个，看做哪个？坐飞机的吧？OK，这个我 airport，我 select 它，import folder，我把整个 folder import 进来。有，它是 file 不少吧？OK，可以。全部在这边，你看到吗？它全部东西在那边，然后呢？假设我喜欢这个，我拉进来，这个就是我切菜的地方。我打那个刀切，删掉，明白？这个是我简介所有东西全部都在这边，然后这个是它呈现的地方。好像我切好菜肴，好像我切好摆好，这个是我这边切啊什么，然后这个是摆盘的地方，这个是它的。它最终呈现的地方都是在这边，好像我跟这边切，我要这样，那个要大一点，这样子，然后全部在这边，看到吗？它是先性的，先到了这个到这个到这个，简介就是简介的原理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线性的组织起来，就是好像这个是第一，这个是假设这个5秒啊，然后这个是。这个第二秒、第三秒，这个这样子，来，它这样子顺出去，OK，很简单罢了。然后它这个是加 effect，好像你要，可能你要在这边，你要，可能你要给它慢慢消失，你可以这边 key 一次，然后来这边，这个就好像它加料的地方来的，OK，然后你调东西啊，加料都在这边，然后你看这边该就改变零，它就会这样子，啊，慢慢消失，就在这边。OK，这个很简单吧？其实简介是挺简单，OK。然后呢，讲完了这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我们要做一个 sequence setting。这个 sequence setting 我们要看我们要做几大，OK。这时候我们要看哦，可能我就把，可能我做一个飞机场的那个简介，我把这东西拉进来。然后我要看这个 sequence setting，OK，这个 sequence setting 呢，你为什么 sequence setting 很重要？这个是说它的格式啊，它就跟 PS 的这个
它的东西有多大是一样的 ，image size 有多大啊 ？OK， 全部它的那个它的 image 有多大是一样，像这个是有3800 pixel， 然后它也是会有多少 inch 啊，多少什么都在这边，啊，就是137 cm，它的高度是91 cm， 然后它的 resolution 72，全部都在这边，然后这个也是一样，这个看你要它是多大多小。我的 sequence setting 我会给它，因为我现在用做 YouTube 吧，全部都是1280×720，现在做 YouTube 都是这样的 ，OK， 所以这个我给它 frame size 1820，不是没有1280就好了，然后这个给它多少？这个给它720。这是 HD 吧，这不是 Full HD， OK， 然后呢我们一秒给它25个 frame， 你懂什么一秒25个 frame 吗？不知道，因为啊其实电影呢动画呢他们都是一个 frame 一个 frame， 所以看起来像电影的 Animation Theory， 你看啊 Principle Theory，你看啊，我们之所以看这个动画会动呢，会动啊，其实就是一个 frame 一个 frame， 你明白没？是啊，稍等啊 ，framebook 啊 ，animation framebook， 稍等，看这个动画，你看啊。你看这个 YouTube 的是1280×720，我给你看呢，我给你看动画的原理就是这样。有看到。稍等一下。Rasa teriyaki yang tak dapat dilupakan, nikmatinya hari ini.你看，知道吗？你看它有东西动吗？你看它东西动吗？它是一张一张一张的啊，一张一张啊，它在动啊。这是动画原理，它只是一张一张、一张一张罢了，一张一张去画。明白吗？一张一张的话，这是动画的原理，就是这样吧。明白。你看，它更容易整组出来，它是一张一张个 frame 这样移动。所以呢，现在呢，这个的一秒里面有25个 frame， 就说等于是一秒里面有25张，一秒里面有25张，看到25张纸。好，明白。这个就是动画原理。OK， 它一秒有25个 frame。然后呢，他为什么要放25个 frame 呢？他不要放24个 frame， 因为电影是24个 frame， 照理来说是24个 frame。然后呢，之所以用25个 frame 呢，是因为我们这边的区域啊，亚洲的区域啊，我们都是用 PAL 的这个格式。为什么要用 PAL 呢？是因为我们这边的那个脉冲那个电流啊的那个率啊，电流那个脉冲啊，是一秒有50赫，一秒有50赫呢。所以哈，因为我们这个是根据电视的，我们这边的亚洲的电视啊，从我们这边啊，亚洲啊，是一秒有25个 frame。如果是美国的，就一秒有30个 frame， 因为他们的电的脉冲呢是60，他们的格式是一秒有60赫，你明白吗？你明白吗？这个是一个很 technical 的东西啊。但是我会跟你讲为什么他们。所以说，如果呢，假设啊，我们用一个一秒25，假设我们用这个格式啦。如果去到那个像我们拍摄的时候，我们就很懂啊。好像你用的那个电啊，如果你好像你去一个地方，你用的那个电是一秒有50赫，或者是一秒有60赫，然后你用那个美国的、啊，
你拍的时候会闪一下闪一下闪一下，因为它的那个电冲跟我们的拍摄是不 match 的，明白？所以我们这边的电视呢都是一秒25个 frame， OK， 所以我们都用一秒25 OK， 这跟电流的 关系 OK， 你只要知道跟电流的关系就可以了 OK。 等以后呢问你就讲电流了就可以了。好的好的，然后这个就会给它拉了。所以这个呢整个 frame 是一秒12800×720。我之所以用12800×720是因为我只是剪剪给你看不了 OK， 我不需要用到这么大 OK。 然后只是剪一个，可能只是一个飞机场的一个故事就好了。可能一开始就放这个画面咯，可能我就我选了，我看完我点了，我觉得这个画面哪里美呢啊，我可能觉得这边很美，然后就会按用 I。 什么是 I 呢？你要会用 shortcut 哦，这个就是 I 啊 OK， 用 I， 我用 I， 我只是用 I， 它就会给你封到这个范围里面，然后我就选。其实做点简介呢，最重要是剪那种好看的画面出来就可以了，你不用去管音乐，不用什么音乐，是后面才去找个音乐放上去就可以了。很多人讲哇，我们找音乐要什么match with 那个画面，不是不大需要了，就是你找音乐你觉得 OK 放上去就可以了 OK。 好像我这样子，我觉得这个 okay. 我觉得这个 OK， 我就按 O。 什么是 O 呢？这个就是 O， 然后就把这个东西拉进来就可以了，然后就给它放大点。我就知道这个东西是在飞机场，或者我然后再找一个看什么画面适合呢，可能我会找一个飞机场外面的画面。看有吗？我可能这边找，可能我在这边你可以，你要念习，你可以来这个 VDix 啊， VDix.com， 这边可以，你可以下载的 OK。我来这边可能我 share 那个 link 啊 OK， 你来这边也可以下载看看你喜欢 okay, 你喜欢的什么，可能是我找一个 AirPod outside， 因为这种是免费的，所以我们只是来练习就可以了。你看，这都是我都是来没下载，可能我会选一个bigger walking in airport， 或这个，就这样还很久，这种好像在飞机场的感觉。那我说试试看看这个人，一下子，老师。可以。你要去哪里看？Take your time, you know? 我现在下载那个画面。没有，现在看不到老师的荧幕。啊，看不到。我这边看到是。因为现在看不到老师那个presentation 的东西，哈。他写 you are presented， 他讲我在 presented 了。你现在看不到吗？看不到。看到吗？我是看到一个 you are presented to everyone 吧，就好了。就没有了。看到我的那个这个吗？啊，现在有。其实是有的。还有，现在看到你的 preview 了。对，其实是。哦，你挂机。其实是我 okay, 我只是来这边下载东西罢了。你以为我？对，其实看到了。啊。然后我就下载这个，我觉得这个画面 OK。没有，我说。然后就下载。我说又是我的网线问题。哦，没有，我没敏感。然后就 save 咯，
可能我就 save 在postcross footage week trial week trial。反正现在不可以出国，就靠这种啊简介来感受一下出国的感觉，坐飞机的感觉。你可以选一些。它这个也是蛮适合的，就是要那种室外啊，那这个你一看到是在飞机场外面的，这个不大像啊。诶，老师，我又回来了，放着我又弹出去。OK， 好。我觉得可能是我的问题。你明白？嗯，不跟别人无所谓，反正只是我们两个人。然后呢，这个我下载啊，然后我可能下载一个比较有 feel 的，这个，嗯，也是可以啊，这个 AirPod。这个就不大适合，为什么？因为它的镜头有洞，像我们找一些比较适合。嗯。我一听到灯一声，我就去看一下你还有在吗？Prepare flying airport。那这个可以试试看一下，可能 play 一下，然后这个给它下载下来。OK， 这个给它下载下来，这个蛮小的，蛮是。你要这样吧 ，OK， 然后这个看一下，就是那个飞机飞下来，OK， 就先下载，哎，又 lost 了，你回来了吗 ？Are you there？你讲话，老师有在吗？有啊，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来，我们继续。你平时你家里的？老师有在吗？有。你平时的那个网线会 ？OK。啊。OK， 这样我们就继续剪了。OK， 像假设。我平常。啊，你平常 OK 吗？今我这边是 OK， 然后今为什么我还断？你平时你跟那个这样可能是我这边的问题是吧？但是我教练好像也没有这个问题，不懂哎。哦，因为平常教课，我在这边教网课的和教孩子网，嗯，都有这种问题。那今天不知道是
我的网线突然出问题啊，还是老师那边网线出问题也不知道。假如我平时没有交换没有问题的话，那就可能是我的问题啊。看一下明天啊，你明天如果有另外一个同学来的话，啊、看一下是谁出问题啊？因为这样子我跟你、啊，所以很难测试出是谁出问题啊。OK。对。嗯。所以就，那我看一下啊。好。AirPod 有了，看一下。OK， 然后我们再导入一些画面进来，可能在导入刚刚我们下载的这两个导入进来，看是什么。这广告啊，下 OK， 广告弄起来，然后我们就把可能一开始就是这个画面咯，我们 double click 啊，我们选这个，我们不要超过四秒啊，不要超过四秒。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要超过四秒？你有没有看过艺术电影？你有看过艺术电影？你看过什么艺术电影？艺术电影呢，都是用长镜头来的。你去看那种什么《聂隐娘》啊，那种镜头节奏慢慢啊，拍一个镜头拍很久了，那种就是艺术电影。他们就是 okay, 好，好像你看那个人，他就拍那个人在吃饭、睡觉，很小的、他们的镜头拍一个，可能是15秒、20秒那样，明白？很长的。就你看啊 okay, 就，但是如果你看那种动作片啊，很快的，都是4秒，少过四秒。少过四秒节奏最快，所以我们就选。OK， 所以我们开始这样，可能是你还我们叫 establish shot， 就是说我们让对方知道这是一个飞机场。OK， 我们找他知道飞机场过后呢，就可能要让他知道什么，例如我们看到很多人走的武器，像这个啊，或者你可以看，你可以放多一个，可能是飞机飞下，因为你要告诉你啊在哪里，我们不是因为你要不行，你要明白我们做以视频啊。有点像是在做一个商品来的，我们要让你俩明白，让你俩接收这个讯息的同时，不会很累啊，不一样啊、哦，我要猜你在讲什么，你明白、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清晰啊、所以为了清晰呢，我们通常会剪成主镜头啦，但是不要太过累啊，我们不要太过好像讲东西讲一大堆啊，我们不要太过累，但是我们也不要太过。像 Apple Outside 我们也是可以去那个 YouTube 里面找，可能我去 YouTube 里面找，好像我在 YouTube 里面找 Apple Outside 啊，像我觉得这个不错，我觉得这个更有 feel、更加像机场。 OK， 假设我觉得这个更加像机场、因为我们只是做练习嘛，无所谓，他们很多 footage 的。但是你要去选哦，你要会选到一看着是终点了、可能你选一个这样的镜头，那就很 match 哦。可能我觉得 OK， 然后我就去道路了。讲道路呢，你来 online 道路的 online。YouTube 吗 ？Online download 啊，你做练习无所谓啦，因为其实有些 YouTube 的是可以点下载的。然后我们就来这个地方，说双击它，我配它，哦，然后恐怖，哎，不是恐怖了，就是 download 咯 ，download 个 MP4 就好了。就不用那么大啦，可能720就可以了，20秒。OK， 然后我们就 download。有点事，我们去弹广告了，我不要管他。
就是我们要什么，他就会帮逼我去用这个他的软件，因为他给我免费道路。然后我就下载。嗯。OK， 我下载好了，都很老。是很恐怖，那就弹出来了 ，OK。嗯。哎，你看到我画面吗？看不到哈。我看老师吧，画面看不到。OK， 这个是那个刚刚我们下载的，下载好一个这样子很麻烦的。但是没办法，因为他们的那个有时候他们的那个东西会比较好一点。嗯。你明白老师，就是他有时候他的那些素材是比较好一点的。嗯，好的。那 footage 我放那边。好嘞，这样子，这样子就会有点像那个飞机场。OK， 然后我就放进来这边，这样就整个东西 match 掉，这样 match 你看，比起那个蓝天呢，这个会比较 match 掉。你看。OK， 这个蛮长的，我选这个，嗯，我选这个，我按 I， 然后再然后大概三，你按 I， 按 O， 然后把这个东西拉进来，我这个还是旧的删掉，嗯 ，OK， 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是在飞机场上面，然后呢，这个呢，我们知道这个是机场了，然后我们就讲它在哪里。可能在飞机场的外面，例如在哪里？可能是，你可以讲很多人在走路，看到吗？嗯。就有那种 feel 哦，但是你不要全部东西拉进去啊，你可能选了。嗯。你不要选那种空空的啊，你要选好像有人走过样子的，你要 I， OK， 你要 I， 然后 O 这样子，可以啊。但是我们就知道他在飞机场了，不要太长了、嗯。像这个音乐啊，你这很吵啊，你就给他 select 它、嗯。你想做呢？你就 select 它，你 unlink 它 ，unlink 了 select 它的声音，跟它删掉，它就没有声音了，因为我们音乐我们另外配。OK、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我们画面是这样。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机场，还可以的啦，嗯、你还可以再加的，可能你一开始看到脚尖，然后才看到人群，可能你选这个，可能你因为你要给他一种空中感啊，可能选这样子哦，嗯，这样子哦，反正这个人能冲过来这样子，明白？然后按个 O， 再给他拉进来。嗯，我这个有没有放大哦 ？OK， 你就知道他是在机场了啦。OK。然后呢，讲了这个在机场了，然后才知道这边。我们知道在机场大厅，然后再按个 I， 那个 O， 一个很简短的 O， 机场大厅。然后就可能下一个镜头，我们就选哦，可能选这种哦，选这个，你就选哦，你就选这样就好了，或者你要它更明显，选这种 ，OK， 看到吗？嗯、想要去巴黎啊？有看到啊？就给它拉进来，这个拉进来就可以了，然后你拉双击，给它放大，看你的大小啦，
看你的 footage， OK。像我的 footage， 因为我为了要剪接比较快，我都是用比较 low res 的来 low res 就是它的像素没有这么高的来呈现。OK， 我这个东西不用那么长了，可能短一点了。你看整个过程很短吧？是很快，整个镜头很快啊。嗯。可能你，我觉得前面有点太慢，有点太过那种了。还不够时间，可能要再长一点。就要长一点。然后我就把这些全部给它往这边拉。你懂什么意思吗？你看这个吗？这个按 A 啊，或者你按 A 也是可以，但是我没有了，我每次点这样，全部往前面拉，后面的东西就往前面拉。明白，不然来，如果不是啊，如果不是这样，我就这样子，一个也拉过来，两个拉过来，三个拉过来，四个拉过来，还排排坐这样，是不是很久 ？OK。但是我懒惰啦，我就直接来这边，全部拉过来就好。嗯。所以我要看它整个感觉是 OK 吗？啊，这个东西又有点问题啊！你看它这有变化吗？你看有问题啊？这有问题哦，我要切掉这边，我要切掉这边，我就按Control W， 不是 W，sorry， 按度一下 ，shit， 有点慢了，稍等啊，嗯。Control Z 就好了，我还剪到这样没了，算了，是洗掉了。没有啊，该那个 Project 弹出去，稍等。这自动模式。进入 project， 能发现吗？算了，我弹掉了。small tick。whatever， 再来一次。OK， 现在先把这个东西拉进来。然后我选这个啊，我觉得这不错。我就把它拉进来。这个它的 setting 是多少？1280×720啊，这个是我要的。OK。然后呢，就把该那个，可能是人走路，拉进来，那放大人走路，人走路，然后呢，我就选一下。一群人走路，要拉进来，看到？一群人走路了过后，再选那个这个咯，
进来，人进来了，然后就选这个，这是什么？选这个就好了。飞机的啊。嗯。然后呢？可能就选这个女孩子进来。你选这个女孩子进来，按 I， 按 O， 把这个女孩子拉进来。就好，他在看那个画面呢。可能他看画面的时候，你为了证明他是，很像是看同个东西啊。嗯。不过一看着不是同个东西啊。可能就放这个，阿嘎阿嘎代啊代替了，按 I， 嗯，就，啊哦，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还不是看同个东西啊，明白？嗯。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表情，可能是看他的表情哦，可能找一个他的表情。或者是看他的背影，让他有点焦虑这样哦。看看有没有他的那个正面的表情，找一个。然后你可能选一下，看一下，可能这个，或者是这个。OK， 你选这个。下载下来 ，unsafe， 我就把这个东西给它拉进来。可能选他，可能还在看看手机，要拉进来，你就选咯，选可能选他手指有动呢，手指有动可能按 I， 然后按 O， 手指有动，然后拉进来，放大，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他好像感觉到好像在做呼吸。然后把声音全部给它关掉，可能 mute 掉 ，OK， 看一下画面啊。可能这样子，不够好，我再加多一个镜头，可能我选一个后面的。选这个，就是在走路了，可能按 I， 按 O， 然后把这个东西按 Control 啊 ，Control， 看到吗？你看到什么区别啊？我塞进去，我按什么？我按 Control。我按 Ctrl 就是把它塞进那个啊中间呢、啊，把它设两个片段中间的啊，不然你、啊、你看啊，哎呀，我觉得这边要加一个怎么办？拉咯，拉去后面，嗯，然后放进去，放进去啊，来再来、嗯、进去，有是不是有点麻烦？嗯，对，是不是有点麻烦哦？
然后要放，就有点麻烦了，这也是可以用啦。然后他这样走，这样子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是在看那个什么，看那个时间，明白？这样整个东西就有那种，有点好像一个故事这样啊。然后你觉得，哎呀，这个好像很长很久啊，这个，就这么样久哎。然后我会按 Shift Q 啊，稍等了，不是，就 Shift Q，sorry。完 save 现在，我先储存一个版本呀，等下弹出去。然后这个是可能 Vic Trial 是什么？哎，挂了。然后我是按 Control， 哎，它又弹出去了。没有，还是在那边的，看到吗？然后我按可能用 Control W， 又没弹出去。稍等了，我觉得它太长了，我按 W， 看到吗？我觉得这东西啊太长了，你看到这个东西很长吗？我按 W， 对，你看到区别啊？你看，你会觉得这个很久，你很久啊、哦。你这样做，你按 W 就可以了。所以老师 ，W 是 cut 掉它了噻，还是什么？就是说，你看从这边到这边呢，太长嘛。啊。我后面这边全部不要，但是我又不要这样子哦，我又不要拿这个，这个是打歪的，我不要拿这个东西切。对。切它。啊。select 它 ，delete， 拉这边，放进来。我不要这样做，妹妹。哦。我懒，我很懒惰啊。所以我要怎么办呢？我直接按 W 了。他就帮我。好像老师用 Premiere 的话，用 Shortcut 比较快。是哦，没有了。其实我以前也是不会用 Shortcut， 我以前也是没有什么用 Shortcut， 只是当你做了很多的时候，你就要用 Shortcut， 很复杂的时候你就要用 Shortcut。你不复杂，你不用用 Shortcut 的，你就慢慢研究啊，这样子像我这样，如果你不复杂啊，你马上不这样割哦。先割啦，是不是很简单？或者你这样子啦，把这个东西移进来啊，也当然比较复杂啊，比较慢呐、啊你直接，你再按 W 就可以了。蛮简单啊，这样哦。或者你也是可以的，你觉得，哎呀，你可能觉得这个人走路要你要。你要弄出很孤独的感觉，嘛可以用 Shift Q 哦。你有什么意思啊？就是前面这个变得长，后面这个变短，你看到吗？假设啊，我要，因为我经常看这个东西啊，不需要这么久了嘛。可能我来这边，你看用那个刀，这个是刀啊。切掉它，点击这个，删掉，再拿这个拿进来。是有点久，但是如果你用 Shift Q， 你用这个啊，你用 Shift Q 啊，什么是 Shift Q 呢？这个 Shift 和 Q， 它就会前面长，后面短。明白了吧？或者你觉得这个这么这个这样短的，可能你用 Shift W 什么意思？Shift W 什么意思？就可能你，哎呀，我觉得这个太短了，我不要这样做啊，我不要这样子去割它，删它，删掉，拉长，我不要这样做了。这样我要怎样做呢？我不是用 Shift Q 啊，不是用 Shift W。明白，那就有 feel 哦。这几个是我比较常用到，不然就叫那个音色咯。音色常用到音色什么时候要音色呢？可能你要做出一种，好像一种焦虑感，可能你要做出一种焦虑感，可能是这个镜头你要有点焦虑，那 I 啊。
这个是 I 啊、嗯、I 和 O 啊，你要选镜头了，你选这个 Un O， 然后把这个 Un Control 塞进来，就明白？嗯，那就当然它场景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会给他感觉到他好像是在做一个同一个事情咯，明白？是不是有 feel 了？是不是有感觉？哦，这样子吧。有。对啊，就这样吧，好吗？其实很简单的，简介是蛮简单的。然后呢，可能就可能讲他上飞机哦，讲上飞机，可能拍他上飞机哦，可能拍他那个可能做那个登什么登机手术，然后按 I， 然后按个 O。他扣那个按 O， 然后再给他拉进来。然后可能就找一个镜头是讲哦，人家什么赶着上飞机的感觉。可能你选这个镜头按 I。哦，是不是有感觉？那拉进来就好了。然后就下一个镜头看找看没有飞机的场景。然后按那个 I 和 O 就可以了。能选哦，反正你选个 I， 个 O， 把它拉进来。可能你为了感觉到好，忙走，忙赶飞机的感觉，你按这个 I， 这个 O， 然后在中间塞进去 ，Control 啊，塞进去。嗯。但整个坐飞机的那种镜头就组织起来了，那你也选咯，选一个，选这个镜头，在走路啊，明白 ？I 那个 O。看到。把它 control， 就又组织起来了。对啊，就整个镜头就大概像了啊。嗯。可能就讲这个女子在刷手机啊什么啊，可能按 I， 按 O， 然后再把它 Control。然后飞机飞就可以了，飞机飞，然后你就来这样子，按 I， 按 O， 喏，就这样子就感觉到像是一个坐飞机的故事哦。嗯。啊，就这样吧。然后你看，你还可以加什么？看有什么可以让它更加细一点的、啊。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自拍的嘛，所以我们要有时候要自己好像要找，看他给我们什么素材哦。嗯。
这个没有讲那个女孩子在飞机的，这个、就比较辛苦一点了。Airplane 可能再找一下 airplane， 或 aircraft， 可能这个也是可以哦，可能加一个就是。那这个镜头里面是你，我也是可以下载的。好，那 save。我下载下来。那这个在天上飞也是刚下载下来，明白？像这个也是有 feel。看到飞机翅膀，按 play， 下载下载好。像这个，你看，save 起来，嗯，save，这个可能给它改变咯，你可能可以给它怎样？可能例如你可以跟它换一下，可能我选这个镜头。可能我喜欢这个镜头了，假设啊，假设这个镜头，我用这个来代替，按 I， 按 O， 我按 Control 啊，Replace 你看到。会代替，看看。会代替，有时可以代替。嗯。那现在他代替那个人了，他代替刚才那个画面，你看到吗？嗯。他代替刚刚那个画面了。没有啊。然后呢？你这边，这边啊，这是 after， 然后呢，我就把那个刚一个画面导入进来。可能我把刚刚那个画面导入进来，这个啊，我觉得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导入进来。你看啊，这个啊，然后我就按这个。完了，哎，我选到一个比较冲击力的画面，来看到有辆车经过吗？这个车经过，冲进去画面，然后我们选这个画面，有，我们按 Control，
塞进来，看到吗？然后就可能就下一个画面就是飞机飞上来，飞机起飞，飞机起飞，飞机起飞，然后按 I 咯，按 I， 然后按 O， 飞机起飞，然后选择。对，我移救命了。OK， 然后用这个把什么移进来，然后呢，下一个镜头可能是飞机飞在天上，或者是看一下，等下一个镜头是这样。我按 I， 我按 O， 把它拉进来。然后飞机外面是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再找一个飞机在天上飞的镜头。可能 aircraft， 能找一个叫 aircraft。出发，你有什么问题吗？什么没有，对。可能你要先做练习哦，啊，你需要做练习，你还是需要做点练习，然后你过后你才开始，你才问我，然后呢 ，OK， 这个是画面景出来了，然后现在我们要找音乐。Airplane， 什么？要找一个全部一起，就是那个单纯那个飞机的 ，airplane fly。有点慢啊，算了，我去找个音乐。音乐其实以前已经有了，然后找一些比较有那种好像时尚感的音乐哦，然后找这些音乐，找一些比较。
很好听。嗯，现在找这个音乐，然后把它拉进去，怎样拉进去？再把这个东西，可能你来这边，把这个可能你放那音乐进来。这个音乐是什么？这个音乐可能是 background music for Vero。嗯。OK， background music for Vero。然后就把它拉进来。然后音乐呢？你看你，你要怎么调啊？你看，这边调，这个声啊，你看到吗？这一条因为一条线啊，你拉下来就好，给它声音小小声。不要太大声。OK。然后呢，你可能你要给慢慢慢慢从小变大声。你讲呢？你点击这个 Pen Tool 啊，你点击，你再点击，然后把这个东西拉下来。总之是一开始是没有音乐的，慢慢变大声了。可能再找一个 airplane fly， 找那个 flying 啊，找一个天上飞的那个场景。可能可以用那个 airplane flying， airplane flying。So, you took my masterclass and learned to make egg toast really good. Delicious. That's cool. But can you learn to... How is human flight possible? Choose a better footage. What's this mean? Aircraft. Okay.Flight possible? How do all those airplanes in the skies above us? There, and what keeps them?你好，哥。我要选一个。哎，老师跳出去、啊。又跳出去、啊。哦，没有，看老师那个 share screen。看到吗 ？Have you seen？ 啊，有呀。太好了。
Airplane flight footage， 我就找一个 airplane flight footage。哦，这个的视频也不错，我就下载这个。嗯。Yes. Airplane flight. 下载下来，你把它导入，你看，我现在这个东西有点左等，然后这样我锁住这边，嗯、我锁住这边，因为我不要影响到这边，所以我按那个 W， 不是 W， 按 Q， 看到吗？是有感觉啊、嗯，嗯，然后你就可以看一下，可能就找一个镜头，可能是，这也是要买啊，但是我不会买啊，我只是就大概给你看到是长什么样子哦，那这个，我可能会下载下来，嗯，不会给我，包括我肯给我下载吗？有啥不肯全部下载、啊？哟，他不肯全部下载。哎，我就把这个东西 Ctrl X 放在我的那个footage 里面，我就把那东西导入进去。
你看这边，我就来这边，这样就感觉到好像要凤凰飞旋了嘛 ，N I N O， 嗯，然后就把它拉进来，我觉得这个太长了，我觉得这个太长了，我就按 Q， 知道吗？是不是感觉到整个飞行过程已经出来了？是，这样子出来哦。有，这样子就整个简介就差不多完事了，是吧？可能你可以再加哦。OK， 好，明白。看可以再加什么啊？应该没什么东西可以加。就是你可以去来这种网站啊，来这边做练习。你下载下来，然后。你来做练习，明白？你先剪先，嗯，你要先做很多练习哦。你要先记住 shortcut key， 然后因为你现在已经有那个软件了，嗯，你现在只是签那个我们叫做实作、啊，嗯嗯，你有什么问题吗？收发，收发你有什么问题吗？收发有什么问题吗？收发现在是没有问题。要做才知道。啊，你有问题，你才来问我啊！啊，如果你做到有什么问题，才问我。啊，可以。好，今天课程就到此结束 ，OK。然后你可能做完了，你可以去。好的，谢谢老师。好 ，See you。完事。OK， 好。你要我教你，你要讲，你懂讲。将把那个画面给它 export 出来嘛 ？export 那个 footage，export footage。我现在只教你剪吧，你会 export 吗 ？export export 的话应该是 OK 吧？因为他老师讲说他跟那个 P， 是什么？我看一下，嗯。export 应该在 file 的位吧，是吧？有个 file 的位，有一个 export 的地方。对，但是你会吗？但是它有，它里面我就不大会了，是怎样 export 呢？哎呀，我把我的画面导出来了，剪到这么美，稍等一下。老师想问你一下，它这个 premiere 它会 auto save 吗？你可以，你可以 setting 哦。可以 auto save 了，我这边就 auto save 了，看到吗？嗯。9:56。啊。cancel。no。你看，我 open。看到吗？就是 auto save 了。OK， 然后你要想导入，啊，然后你直接来这边。按 export media，然后你选哦，同样我上 H264，嗯，然后你这个use maximum quality 就可以哦，点击这个，然后它就是导出来就可以哦，你直接导出去。OK， 所以只是点尾巴。然后你看，可以 mesh source 的，你要 mesh source hybrid 哦。就是他 match 那个之前的咯，之前你 set 多少，嗯，他就跟着你 set 多少，明白？然后你按 export 就可以了。嗯，明白。OK， 好。他就这么简单嘛，只是 export 嘛。嗯。好，就这样。好。OK， 好，明白。谢谢，哦，拜拜。OK。嗯 ，OK， 拜拜，拜拜。